叫李红军，是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农垦集团李志龙，在嘎河农场23队居住，一共种的是就是农场的10场地，种2场地这个奶园，种点这个玉米。我的家庭情况是，我一家3口人，我的儿子在外地河北打工，我妻子在嘎河农场学校幼儿园，我这是在这个连队种地，完了家有一个农用车。今天那个云洞呢种的面积小，去年种的多，完了今年种的少，有地方不行你就掐。也是2000年买，2001年买的，这车花的是41500。我使这车就是隔夜，就是种点地。这车用了挺好，这车从来没出现过毛病。